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丸。新的麦克风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？最近刚好有机会，也算是小小升级一下器材的部分啦。也因为魔丸最近都在拍摄全新的题材《魔丸挖宝去》，那所使用的摄影机呢，也都是使用 GoPro 的方式。可是，在收音的部分，魔丸一直都不太满意。最后的话是先把魔丸早期的麦克风呢拔过去，其实也是罗德他们家早期推出了 Video Micro 的一代麦克风，使用到现在将近4到5年左右的时间，都是头好。壮壮啦 ，CP 值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高。可是呢，为了要拍摄全新的企划，每一次都要拔麦克风，其实啊也会增加器材的损耗。最后魔丸才决定啊，要再来入手一支收音的麦克风。原本也是想要购买一代就好，那偶然之间就找到了二代，价格上面的差距也不太大，当然也就直接入手了全新系列的麦克风。再来的话啦，在棚内这边拍摄啦，也就会使用这个麦克风呢来跟大家继续收音。那在魔丸挖宝去呢，也就会使用原本的麦克风啦，相信。在第三集的影片，大家听到应该也算是比较清晰一些。好啦，那在这边呢，先把这些东西收一收啦，赶快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。今天也算很难得啦，要来跟大家开箱一个魔丸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开箱的系列，也就是我们四驱车的主题。魔丸刚创频道的时候，有来跟大家开箱过四驱车，那后来也因为组装模型是越来越多，四驱车这边虽然还有再继续收藏，可是也都以合车的方式、全新未拆的方式继续保存。总算啦，在今天呢，又有机会来跟大家开箱。其实也是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重大事件，没有错，在众多车款当中，有一台算是很稀有的限定车款，官方最近竟然是要在开放贩售了。相信有 follow 四驱车的朋友啦，应该都知道魔丸在说的是哪一台，没有错，也就是我们编号95508的 ZNC 三角件。ZNC 的车款在这台推出之前，其实就已经有先推出过一般版本，魔丸记得编号是在19409的样子，有一点点忘记。那一台的车子呢，比较算是一个减配的版本。印象当中，合组里面是没有附上马达的。当然，合组的价钱呢，以当时来说算是便宜。那个时候是有入手，大概也是在180到200块之间。现在也因为是已经绝版了，想要购买到呢，好像是已经到1-2千块了。也因为推出的时间比较久远，所以官方这边在1819年左右又再推出了一台全新的 ZNC。不过这次就是以一个全限定的版本方式来推出。可以看到这边是写了一个 Carbon Special， 主要的话在车壳底盘以及我们轮框的部分都是使用到全混碳的材质。卡米亚系列其实有部分的车款都会使用到这种混碳的底盘，可是要使用到全混碳的车款，这台 ZNC 应该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台啦，官方也就没有再推出过这种全混碳的车款系列。成本跟用料来说啦，这台是真的很划算。官方这边呢推出了没多久之后也就直接停产，这个系列也就没有再制作了，变成说当时的定价450-460块呢，就一路往上飙升。大概在2022年看到的成交价也都落在1500到1800块的这个区间。结果呢，就在前一年2023年呢，官方这边竟然又再度推出了这一套9508。可是它并不是一次推出大量，而是少量少量的方式来慢慢推出。台湾这边陆续有一些模型店家是可以拿得到这一台车款，价格上面呢，也就从原本的1500-1600块呢，跌到700-800、800-900块的这个定价。那在最近这几周呢，台湾这边是大量到货啦，价格呢也就直接回到我们的原价390块，原合组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这样子的限定品。魔丸当然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，有想要接触四驱车的朋友，又或者是呢你本来就已经有在收藏一些四驱车系列，这台是真的很值得来进行入手。那今天的话啦，魔丸也就会直接开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在外盒的设计啦，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唯一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，其实也就在于编号的部分啦。其实相信有很多玩四驱车的朋友都知道要怎么样来辨别。那魔丸这边呢，还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通常在四驱车的系列，想要找到特别的车款呢，都是按照这一组的编号，像是这一台就是95508，直接在一些网拍上面打上这一组编号，也都可以轻松找到编号的设计。四驱车通常会有两种的开头，分别就是95的系列以及19的系列。19的话呢，也就是属于一般的车款，普通的车款。那9开头的车款呢，也就是属于一个限定的合组，卡米亚限定的合组推出是很多很多的，还是要挑选自己喜欢的车款来进行入手就好。这边的话，魔丸也就不再多说啦，直接开箱啦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东西。
合作里面的配置算是很简单的，专属了两块框架、轮框、底盘、轮胎以及最后一小袋最重要的零件，包含齿轮的部分啊、传动轴以及马达都在这一袋零件里面。开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啦，千万不要把里面的东西给弄丢了。这次最主要主打的限定品也就在于我们这个混碳的系列，拉近一点点，大家应该可以稍微看得到，整个底盘的部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纹路，稍微有一点点纹理。颜色的部分当然也不是全黑啦，是稍微偏灰一点点。混碳的底盘最主要主打其实也是在于车体的坚固性，四驱车在游玩是很容易出现碰撞的，游玩上面来说也就比较不会出现任何的破损。另外在车壳的部分，大家应该有看到车窗以及整个车体呢其实是有做一个小小的分色，整个车体的部分呢也都是使用这种混碳的材质。其实这一次啦也算是一个新手福音，官方主打也是不需要来进行车壳的上色。说明书这边也有特别写到，在低零件也就是车壳的这两块零件呢是不要来做任何的涂料上色。魔丸个人推测啊，是不是使用了这种混碳的材质，如果又上了有机颜料，是不是会出现腐蚀的问题，详细的原因魔丸也不太确定。那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来上色的话，可能还是要使用水性的漆料会比较保险一些，这个地方啊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。轮胎部分这次除了使用红色是很抢眼的之外，主要在轮胎胎纹的设计呢也要把它给刻画出来。有胎纹的款式啦其实以四驱车来说并不算太多，大部分也都以光头胎为主。最后整合组最困难的地方没有错啊，也就是专属的补色贴纸。四驱车系列因为制作简单啦，所以在补色贴纸的地方呢也就会比较多一点点。想要粘贴的漂亮啦，其实田工在制作贴纸上面也是很有经验的，只要对齐几个专属的凹痕、专属的孔位来进行粘贴，基本上都可以贴得非常非常的精准。不过也要特别注意啦，四驱车后期所推出的这种贴纸粘性都是非常非常的强，一对齐一贴下去基本上也就没有撕起来的可能啦，变成说呢机会也只有一次，想要贴得漂亮啦可能还是得要再多加练习、多加尝试。合组内部简单跟大家分享完毕，那魔幻这边就以跳转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的完成品。那我们就倒数一下，3、2、1，嘿，完成之后感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拿进一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整体的还原度来说也是很高的，连着前面车盖的部分啦官方也是有一并附上。贴纸的粘贴啦还是最困难的，要把这种曲线的地方给压出来啦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技巧。贴纸方面除了可以使用棉花棒来帮忙按压，比较不会出现指甲的痕迹之外，再来啊，如果你真的很常来制作四驱车的话呢，其实是可以准备这一支头部的设计，其实也就是做了稍微有一点点角度的这种方式，贴纸粘贴上去之后对其边角的位置呢来进行按压，整个过程就会非常非常的平顺，而且也不会出现任何的痕迹。另外一头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专属的清洁刷毛啦，可以把灰尘给刷掉。他们也推出这种工具其实都不算便宜啦，所以魔幻个人还是会推荐给有时常在制作的玩家，多长制作使用棉花棒来进行按压基本上都可以达到 90% 的效果啦。那这边的话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。底盘部分啦，魔幻这边也稍微拆开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。这次所使用的底盘呢其实也就是我们标准 S2 的底盘，架构上面设计也是走一个比较简单的路线啦，也就不像是后期 NA 的系列啊是走这种稳定度但是是比较复杂的结构。这边啦有装上电池，虽然没有场地可以奔跑啊，但魔幻还是稍微呈现一下开启之后的感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四驱车最主要主打还是有很多改造的可能啦，包含我们的电池、包含马达，甚至是车子之间培林的部分，一直到前导轮、后导轮到车壳，甚至是到车身上面的避震呢都是可以来进行安装，想办法让你的车子跑得更快更稳定呢也就是我们四驱车的关键。当然花费上面也就是一个不小的坑，那这边的话啦魔幻也就不再多说了，直接拍摄一些细节的部分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。
今天的分享就这边告一个段落，难得又有机会来跟大家开箱我们四驱车的主题，主要还是在于这一台 ZNC 的三角剑啦，终于又再度推出这一版，除了很开心之外啊，当然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全新的资讯。未来大家如果对于四驱车系列还有感兴趣的话，在留言告诉魔丸啦，魔丸陆陆续续都还有在收几台蛮特别的车款，有机会再拍摄影片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。当然在我们 Tomica 的小车系列啦，四驱车也是再度推出了一个全新的主题，三月份的车款有在推出呢，魔丸一样也就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，小小的开箱。今天的话也就先到这边咯，我是魔丸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